对对。哇，就是做过法的话，能不能看着那么正正事儿？哎呦呦呦！哦，就是那什么呀，就是那个茉莉心什么的。妹妹吃的是盲盒的。盲盒。嗯。吧。妹妹不吃鱼，妹妹夸卡刺儿。这长得不是那个，那女的不是那么女的，就是一个卡通叫什么，就是什么卖什么，好多人还喜欢。盲盒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脸的。有个女的。什么多利法巴勒，什么叫什么？卡，就是不知道，不重要。哪里的漫画？就是有一个手办，就长这样。茉莉。就是手办。茉莉。就是那个牌子。叫什么茉什么？对啊，他就这个牌子。他叫什么呀？他不四个字吗？啊，泡泡玛特，还有什么宝什么？泡泡玛特，那是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对对对，他是这里面的茉莉。你倒认识他脸，送被送的太多了。好，嗨，那就有人吵就有人信，嗯，对不对？大家就是卖的都是一故事，品牌价值。我们都是。现在大拍秀没了吗？什么？大拍秀。还小，你再问问别的。那么重新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对对对，没有的不止这一届啊。我说大概就存着他们要做音乐的节目吧。啊，对，我去。啊，你就去那个。我肯定去。那是安德森那个吗？对，安德的肯定得去。啊，音乐电音乐队都得找你。嗯，好忙啊，好忙啊。也不是，哎，麻烦。现在更软了，你看，连今天这活都有可能。哦。这就什么都有。一起的，一起的。走了走了，拜拜。哦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嗯。